木讷的他，五回打死宋龙科哦。早晚失应奥电邀约，来到奥电居所。仆一大踏进，便嗅到扑鼻而来食物香味，只穿了沉稳的脚步跳开。福利甲出门的迎接，辛苦你了，晚餐准备好了，快进来吧。这心情看看见不得，他好像消瘦了。没有，我看起来都一样啊。奥丁说今天有客人来用餐，但不知道喜欢吃什么。因为女仆有女仆哎，朋友妻不可戏，朋友女仆也不可惜啊。啊，对啊，不然呢？不用客气，随便吃吧。但这里太丰盛，分享出去让四人吃，但这里就三个人。福利甲看他身形吃不多啊，这真是个难关啊。不能浪费食物，因为那是不能浪费食物，硬吃就对了。木纳德他，五回你把王打死是 OK 的啊？什么叫五十水？什么？这一关有五十水吗？不会吧？他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还有从第一关我就开始想要流水珠，你知道吗？那五十水怎么消啊？靠北啊！那可能要叫希腊来呢。预祝人力五十颗啊，力三十颗而已啊。更新慢慢打，不是啊，不是说五回合内要通关，那跟更新没什么关系啊，更新我不怕啊。进关前就先讲，来不及了。我吃不下了，多吃点，就这一关子。不是啊，他说这一关要五回合内打死。还不能炸板的，操！一定要五回合内吗？换个方法了，太多了啦！王才是五回合内啊，这关慢慢打哦。误会了哦，早说吧。真的误会很大嘞，我一直以为是这五回合内干掉。王很硬吗？为什么要五回合内？如果你说这次是王，我都信。哇操，这么厉害。哇吓我一跳。
这关会不会太刺激啊，大哥？这关看起来超刺激的，哎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超级刺激的吗？这种太紧张了，干！我要把我的压力降到最低。原来压力真的有点大。不用这么大压力吧，大哥。哇靠！哦，错开，吓死我！刚错开。我靠！哦，太刺激了吧？那你至少要钓自己鲤鱼啊！他不给钓鲤鱼了，没有用。哇，这么厉害，可以这么错开哦！干那个，完全错开，超级错哎，超级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心珠完全错开，掉一个手残就老马了。已经有说是网了，百姓没看清楚。不是啊，信息洗很快，而不是说第一次来。哎，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吧？信息洗太快，我看不到啊，看不到啊。讲说你实况组整排信息全部看到了，你自己看那洗那么快，怎么可能看得到呢？来，差一点点啊，加油啊！这比恩福敌人还辛苦。很保不全，但是要战胜我就要继续吃，你完蛋了你！哇，水煮成员我最后一只耶，怎么办？他完蛋了，那就一波带走啦！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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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硬是不是？我喜欢硬硬的，硬硬的。其实很累格，你知道吗？乌龙乌龙乌龙，硬硬的。把手指吃光了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你以前不会出错，而且你比我更清楚，你是无法阻止我的。他们怎么了？干嘛吵架？你没有安慰他，还责怪他，他没神经。你还坐在这，还不赶快追上去？蔷薇可以连开吗？知道啊。刚下面不是有人在问？刚不是有人在问吗？那个 Tony 啊，你看啊，蔷薇两只中金可以叠嘛？两只妖精可以转两百，但只有两倍啊。尸体我要好了，
影之铁臂龙斧。Get get get！ 看一下。也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民百姓。